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有孕心悠悠世界的 YouTube 频道。今天的主题是新宝贝，要来介绍豆豆们哦。在进入主题之前呢，欢迎各位订阅我的频道，按赞分享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就能在影片上架第一时间获得通知咯。老豆跟豆娘呢，每天早上都会带两只狗出来散步，顺便做做运动。然后呢，我们今天要来做一个实验，就是这六只豆豆看到老豆来的时候会有什么反应呢？待会就知道咯。这一只是花豆，花豆。这个是熊豆。好，熊豆。熊豆呢，因为它的胸前有一撮白毛，现在被胸背带弄住，所以看不太到，就是这边有一撮白毛，所以我们叫它熊豆。花豆呢，是它有眉毛，有四只眼睛，所以我们叫它花豆。老豆在哪里？熊豆现在还没发现老豆要来了。然后花豆现在在我这边，它一直要跟我撒娇。花豆好像看到老豆来了，他有看到老豆哦，老豆在那里哦，到底有没有要去迎接老豆嘞？现在两只狗都在我的身后，到底有没有看到老豆？有没有？有没有看到老豆？我都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熊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。这么近了，你还不认识啊？哎呦！哎呦，熊豆去喂你了。熊豆去迎接老豆了，花豆嘞，花豆嘞，花豆嘞啊！花豆发现是老豆了。谁来了？你们两个，五豆、黄豆，谁来了？都不迎接，你有没有迎接你的意思？谁来了？有了有了，快，五豆去了，五豆去了。哎呀，我们现在在散步，前面这个地方那棵树下有两只狗是被绑在那里的。现在我们的熊豆啊，听到人家叫就已经要冲过去了，你看他预备动作都出来了。好，我们等一下看看他到那边去会有什么样的反应。哇，很兴奋，你看他，小豆你夸张哎你呀、啊，他已经等不及要去了。好，我们越来越接近喽。这棵树下两只狗，冰室狗。就这样子，不错哦，他没有跟狗吵起来。
闻了一下鼻屎。花豆，你敢去吗？花豆，花豆，你敢去吗？撒一泡尿，作威作福，就走了。